能发出单音的键盘做好了，现在我们要把整首歌一起谱进去。在讲义上准备了三份歌谱，一个是两只老虎、小星星，还有小毛驴，请同学先挑一首，等一下我们来直接建立这一个完整的歌。这首歌是在画面上按下某一个按钮之后，它就开始。而不是这个琴键，所以我要增加一个角色。这是老师帮各位同学准备好的 icon。好，这是两只老虎。好，这是小毛驴。刚刚说，如果你是自己。要做小星星，那就自己选一个，应该是物品吧。好，这个。如果你没有老师帮你准备的这个图片，其实你是可以自己画的，譬如说。你增加一个造型，没有老虎，我们用猫来替代嘛，就把那只猫叫回来。好，你就画两只猫，这是第一只，这个猫把它给复制，贴上，贴在它的旁边。那它是向量图，你可以把它直接这样翻转。哎，这样就有个对称的形状出来了。那重新帮它定位中心点，其实这个不定也没关系，因为这是静态的，用这个来取代两只猫咪也可以啊。如果觉得太大的话，就把它缩小一点。那这是两只老虎。好，如果你有两只老虎的图片，你就用两只老虎，就不用自己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谱整首歌。在程式码这边，当图片两只老虎被按下去，这个角色被点击的时候，我们要发出声音。两只老虎的简谱是哆来咪哆哆来咪哆。好，那哆的音怎么发呢？在音效这里，我们找一个演奏音阶，这个哆啊，就是 C60，就是哆。那我们哆瑞咪哆，所以哆下一个瑞就敲右边这个键盘。我们画这个键盘是不是跟荧幕上我们做的键盘长得很类似呢？只是我们画的比较短，没有全部画完。这瑞，好，这个要咪，这个又回到哆。好，如果是这样子，角色被点击，这个不对。哆瑞咪，这是咪，好，再弹一次，好，这就两只老虎，那再复制一遍，这样子就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好，再用简谱看3/4，这是一个休止符，这个1/4的意思是说一小节里面有4拍，所以每一个音符应该是一拍，这是比较简单的单音，那我这个0.5拍。速度上就有点不对，好，我们把它改一下，通通把它改成一。你后面做的全部都把它打成一拍。好，再来是哆来咪。咪发嗦，在歌谱里面这边有一个休息一拍，休息一拍当然就不要发音啦。我们来找休息一拍，在这里，这边可以直接找休息一拍。我们大概来听一下，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。好，这个虽然是一拍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慢，哦。还有一个要设定的，就是
乐器的音乐的速度。60其实有点慢了，我觉得我们一般标准是90，如果你弦不够快，你可以把它改120。那这个同学自己试试看。好，120的话是稍微比标准的快一点。好，那这个自己调整。除了这个 tempo 这个速度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乐器的选择。好，这个乐器一共提供21种乐器，刚才是标准的钢琴，如果你把它选4的话，就变成吉他。好，这个吉他我是听不太出来，我把它改一下，改成长号。好，这果然有点像长号喇叭了。我们再改木笛好了，木笛长比较不一样。好，这是木笛的声音，还可以改成马林巴是什么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叫马林巴。好的，现在请同学把整首两只老虎都谱完，或者你要谱小星星或者小毛驴，没有谱完的就是你的作业，你作业是3条歌都要做完，简谱都已经给你的，请同学先把它做完再讲。